下午在这边角声合唱团跟他们的orchestra 他们在这边的演出。我们基督教教会第四家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请到他们在我们中间有这么好的一个献诗来布道。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的礼拜堂是一个充满了神的诗歌赞美神的地方。我们非常的高兴去年我们有机会请他们来到我们中间啊，今天更是这样，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位都会在今天啊下午的聚会中间得到很大的祝福啊。好，我们特别的感谢罗天乐牧师啊，我们欢迎罗天乐牧师啊来带领这个整个角声的合唱团，我们大家鼓掌欢迎他们。甲午啊，不是我们在唱，是你们心里面跟我们一起唱。在这个整部里面有几首歌你们熟的，那么会跟你们一起唱。因为敬拜是在你哪里啊？我们几乎是带领你，然后你不敬拜，你不唱歌，你不感恩，我们所做的都被实现了。所以我觉得，派奖的时候是派奖跟给上帝，用感谢心。献上我们对上帝的感恩。我现在开始的时候，请大家用祷告的心跟我们一起颂赞上帝。
吸引众人从各国来归向他，并赦免他们。当人们向他祷告时，天便以他的方式为他们开道路。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首先要谦卑自己，并求他赦免我们的罪，然后预备好与他同心，借着他的接纳，用信心和感恩大胆的前来，相信他在天上会垂听，就赦免我们国家的罪，医治我们的土地。请跟着我一起祷告。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随的，在赞美的气氛中欢迎他的同在，且以感恩来庆贺他所预备的敞开天堂之门和倾倒数算不尽的祝福。以往当他的子民谦卑祷告的时候，他就曾这样的祝福，我相信他还是会再这样做。当强烈的怀疑和挫折要驱使人的时候，神就敞开天门，降下能力和恩典，让我们迎接神敞开的天门到我们中间。我们祈求他统领并掌管这国家的事务。我们的信心是基于神永远的话语，虽然古老，但却永恒。Thank you.